蟒蛇相救。11月11日上午，广东省英德市大东乡农民杨贵宝吃完早饭后，便携带砍柴工具上山砍柴。家里的木柴不多了，吃了早饭，你上山砍些柴回来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你上山可要小心点啊。知道了，山上又没有老虎。我可听说最近山上经常有野猪出没，要是遇到野猪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够多了，这些木柴可以烧一阵子了。就当杨贵宝看好柴准备回家的时候，突然从山里中跑出一头大野猪。啊，野猪！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好险啊！看到杨贵宝爬到树上，那头野猪并没有离开，反而死死地守在树下，还用它长长的嘴拼命地嚼土，企图想把大树弄倒。不行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这棵树支撑不了多久的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让杨贵宝没有想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一条约75公斤重的大蟒蛇从山里中钻了出来，直奔他叫喊的方向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这条大蟒蛇不会也想要吃我的吧？险啊！今天要不是那条大蟒蛇，我可就没命了。杨贵宝回到家后，就将刚才惊险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跟妻子讲了起来。这么说，是那条大蟒蛇救了你？是啊，我觉得那条大蟒蛇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不会是去年你救的那条蛇吧？对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条蛇。在去年的12月份，杨贵宝和朋友上山打猎时，在一个土洞内发现了一条大蟒蛇。喂，你看，那里有个洞，里面好像有东西啊。真的耶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呀，好大的一条蟒蛇。是啊，我们把它弄出来吧。这条大蟒蛇可真大只啊，要是卖给餐厅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怎么能卖掉它呢？这可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，严禁捕杀的。现在天冷，它正在冬眠，等天暖和了再把它放回山林里。你说的对。
Nam mô A Di Đà.